基因是好东西，哪怕你后天并不努力，但也会莫名带上由他而来的一份大爱，比如颜值，比如智慧。香港霍家总裁霍震霆的前妻朱玲玲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受到基因眷顾的人物。霍震霆当年或许心有所属，但他只能听从父亲的主意，最终将朱玲玲娶回家。那时的朱玲玲可谓风光无两，千万聘礼也成了当时所有嫁入豪门女性中的头一份荣耀。而朱玲玲则是家中的幺女，上面还有两个姐姐，老大朱英英自然是最早结婚的那个，她的丈夫正是香港另外的一个豪门洪锦彪。洪锦彪是香港的传奇人物，他的对冲基金人人皆知，嫁给这样的人家，朱家也算是高攀，但人家就是不卑不亢。朱英英从结婚似乎一直幸福到现在，而二姐朱珊珊同样嫁得高调，她为爱嫁去了台湾，却在这段婚姻中过得游刃有余。朱珊珊婚后同样生了两个孩子，只不过都是男孩，命运相对眷顾朱家三姐妹，一个比一个长得美，而且嫁的老公一个比一个有钱。